しら、くん。Hola, amigo. 我是罗兰。我出现在这里，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？不，你当然不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好戏要上演了！现在正是高潮一幕。早安。你肯来这儿？那看来今天我也不会虚度，所以有什么需要我们一起实现的目标吗？将夜空点亮的繁星很美，如同末世中的生命一般，在黑暗中熠熠生辉。所以我绝不希望看到死寂的天空与大地。在与帕米什的战争中，迄今为止，人类从未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。根据格式塔演算，如不采取有效举措，无人能够在这场战役中幸免于难。全员阵亡。谁来？谁来救救我？请把眼睛给我看看，看看我们的现状。有什么？有谁来拯救我们吗？我们只想活下去。他的意识还已经无限接近可承载的临界点了。他已经做好了这种觉悟，不是吗？为了全人类的幸福。利夫，利夫，
会带你回家的，不要哭。我没有在哭，是你在哭。一切灾厄都将跟随我回归于虚无，不会再让你们牺牲了。已经能做到了，纯净之火将带来救赎，磨难在烈焰中焚毁，希望在灰烬中重生。守护好基地。你的选择不错，谢谢。创作者通过作品传达内心的真意，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你想诉说什么？你想成为什么，塞琳娜？故事开始了新的篇章，溪流会重新流动，花朵也将再次绽放。在这世界，这宇宙其实有过争夺与冲突，但人们仍然走在充满希望的道路上。您好，我的名字是塞琳娜，请问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？
传说山上有位老神仙，他有什么都能治好的神药。为了报答店长，治好店长怕什么病，徒劳我踏上了旅途。在世间就要决斗，我历尽千辛万苦，顺路解决了坐在线时长的混混甲乙丙，因为经费不足以加量，终于拿到了仙药。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回到武馆，等待我的却是欺负了我小弟的家伙。你想有好日子过？店长还需要静养，那就速战速决吧。兄弟们也是追求梦想失败，落魄到用蛮力收保护费讨生活，看来这样也是不行的呀。你们大人总是把事藏在心里不说，拥有力量并不一定是坏事。你们就来武馆打工吧。大姐，胡老觉得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也不一定是坏事。一直以来你也辛苦了。
束通り、ナナミが帰ってきたよ。何の約束かって？それはイースターエッグってやつだよ。加速してドーン。ナナミの火力を味わってみない？人気一体、これがナナミの最強の切り札だよ。続いてはナナミ隊長の登場です。あれ、みんな拍手しないの？将对话人格切换为134号。你叫什么？其实以后就叫你好不好？监测到管理程序行为优先级发生错误，进行自检，进行自检，无异常。哈卡玛不会被任何机械或人类记住。地球上的机械是被人类所抛弃的造物，他们一直在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。他们一直相信机械先哲会为他们指引方向。我需要找到他。其实很重要的人约定好了，这次其实一定会阻止这一切。七十大人，逻辑思考回路检查无异常，情感模拟模块运行正常。新的发令者，您好。高功率作战回路激活，战术性回路运行正常。锁定，解析，破坏。不是特意准备的，只是觉得你可能会需要。战术性回路得到提升，感谢您的馈赠。这是必要的牺牲，为了保护空中花园和人类最后的希望。哼，最后的希望，只要他和我们都还没放弃，就永远有下一个希望。利弗，他真的拯救了大家，背负了所有人的希望，在黑暗中成为了唯一的光，只懂如何破坏
回到人类的另一个希望了。现在我宣布议会的决定，卡列尼娜，打碎他！这一次，我们会将诞生于破坏的力量变成新的希望。所以，与我消失吧！爷爷曾经说过，作为研究者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生命的宝贵。过去人类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兑现这句誓言，但是现在，我们或许已经足够强，能试着伸手触及那新的希望。有段时间没见了，活到一点都没感到高兴就是。区区渣子，把你们砸回去！看哪呢，给我全部粉碎！战斗技术更加熟稔了，再多多锻炼我吧，我不会回报你。检查完毕，状态良好，机体升级完成。升级方案是我设计的，有这种提升再正常不过了。我最先能回想起的记忆是关于纸张的。通风管道后的存储仓库是我逃避外界纷扰的避风港，对于生于列车上的我来说，也是唯一能接触到外界的机会。我们每个人都用尽了能用的方法。列车，我因为做错了选择，被人从奥萨兰姆号上扔了下来。正在靠近，警报探测也没响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和雷文志连接过的升格者，他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已经没有办法，把我也变成升格者吧。是我过来的时刻，原来你好，指挥官。再次向你自我介绍，我叫诺安，这是我真正的名字，请多指教。战斗是为了让明天远离痛苦，请算他们的罪恶吧。这是最佳搭配，为黑夜带来伤口。
会在严寒中绽放。谢谢你，指挥官，我很喜欢这个礼物啊。非常感谢你对所有人都这么好。根据人类最新的研究成果，新型特化机体已经能读取帕米什病毒中蕴含的信息，以此为线索重构过去，追踪升格者与感染者的痕迹。但其中的代价也远非一般的构造体可以承受。我们必须团结所有，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，哪怕牺牲一切，也要阻止这场隐蔽的浩劫。他无法通过筛选，也无法完全溶解，只能留在这里，变成互相撕扯的怪物。现在，你一定在赤色的海洋中，做着荒诞的梦吧。我曾被怪影模拟之梦，那些过往，终究是属于我的一部分，他们将铸成我手中的剑。内心的迷茫，这次我将与魔女一同前行。久违，指挥官阁下，无需惊讶，只是进行了一次机体更新。那么，清理部队队长比安卡将继续为您效劳。追溯、理解、回归，肃清开始。忏悔，太迟了。审判，哈！抵抗，徒劳之举。制裁，此刻见证终焉之光，以此宣告噩梦的崩解。我不需要荣誉或表彰，但接受您的肯定，我很高兴。是你啊，看来暂时一段时间都不用担心会无聊了。程序更新完毕，实验数据已记录，进阶实验完成。指挥官，早上好。我一直在等待着你醒来的那一刻。
我要加入这个任务，作为邦比纳塔的监管者。我认为考虑到近期有队员违规离队，邦比纳塔作为仅剩的小队成员和指挥官一同进行任务比较保险。蜻蜓白鹭的指挥官，你的队员似乎连最基本的和人交流都不太顺畅。和不重要的人也不必要废话太多吧。那看来你们俩的关系还真是亲密无间呢。你听着，我可没承认你是我的。重新学习掌握力量的过程，久违了。这是您的喜好吗？邦比纳塔记住了。以血肉之躯触及未开之门的瞬间，那是狂。不对，快立刻疏散人群。是的，要执行指挥官的命令，消灭敌人。敌人是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动手吧。警告，检测到未授权之体启动。强制获取权限，已确认指挥官授权，认证成功，机体使用权限已完全开启。终有一天，他
们会攀上通向塔顶的阶梯。告诉我你们的答案吧。仅仅增加了战斗数据，并不能算是实质性的成长。这副机体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极限。放心交给我，我会保护你们的安全。推演完毕，指挥官，我们会赢下这场战斗。别想逃出我的视野，在时间的尽头湮灭吧。无路可退，你们的时间由我掌控。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，指挥官。突击小队库洛姆报道，在此段时间内将由我协助指挥官执行任务，很高兴见到您，指挥官。非常出色的战士，指挥官。由你授予的军衔意义完全不同。好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。积累的经验会化为实力，我会铭记于心。指挥官的选择肯定没错，我会好好利用他的。